小明看到小华车掉在水里，小明打那个小华。那你知道小华说什么吗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我来公布答案，是咕噜咕噜。你们知道百万师傅做云帆什么错吗？你们猜猜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你把我灌醉。你们知道吗？耶稣如果开了一间店，叫什么店？你们猜猜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公布答案叫 God Damn。那你们知道吗？佛陀如果开了一间店，会叫什么店？再猜猜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叫 Photoshop。你们知道企鹅死掉会变成什么吗？你们猜猜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公布答案，变成鹅，因为它没气了。你们知道水饺要去哪里领吗？你们猜猜看，给你们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公布答案，当铺，因为 dumpling。感冒要用感冒药，头痛要用头痛药。那你们知道鼻子痛要用什么药吗？给你们猜猜看，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秒。你们知道为什么超人都穿紧身衣救人吗？你们猜猜看，给你们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公布答案，因为救人要紧。有一天，小明被关在一个没有上锁的房间，可是为什么小明使出全力，怎么拉都拉不开呢？你们猜猜看，给你们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公布答案，因为门生推。你们知道吗？有两个人不小心掉到陷阱里面，其中一个死掉了，叫死人。那另外一个还活着的叫什么呢？你们猜猜看。给你们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在野外如果遇到眼镜蛇的话要怎么办呢？你们猜猜看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下集告诉你。我上次遇到一个外国人，然后他就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这也是故宫吗？”我跟他讲说：“不是，这也是我的肩膀。”哦，烂死，烂死！哎，还难笑，比我的还烂，对不对 ？Dumpling， 帅烂 Dumpling。喜欢今天的影片吗？欢迎下方留言哦！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！我们中学头条等你哦！订阅。